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1月14号，农历是11月初三。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那么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哎，是师傅吗？是啊，嗯。哎，师傅你好。你好，嗯。喂。您稍等一下，师傅。哎，师傅你好，帮我看一下93年。属什么的？听不见。哎，所以这真的是他灵性在捣蛋了。喂，你好。喂。你好。喂。喂，你好。是吧？听得见不啦？你不是吧？喂。喂。喂，你好。哎，你好。哎，罗太太你好。你好，嗯。哎，是罗太太吗？是。哎，你好，你好，你打通了呀。哎。太开心了，哎。哎，你好，我想，哎，请我给他从边上来。哎，哎呀，哎，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一个72年属鼠，看一下他的图腾颜色。男的，女的？啊？男的，女的？女的，我自己。啊。啊，你是一个颜色偏深的老鼠。颜色偏深，偏深色。啊。身上还有灵性吗？有。有在哪里？在哪一块？肚子。在多少小房子？在肠胃，你的肠胃不好。肠胃，哎，对的，对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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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还有啊，你的腰也不好。啊，对对对，是的。对对。我告诉你，你要当心啊，他这个灵性到处跑。是小孩子，是超多没超多久的小孩子吗？对。还得念多少张小房子呀？还要念26张。26张，这么少。嗯，好，可以可以，太开心了。嗯。好，帮我看一下我女儿的那个，她是98年的属虎的，她的涂的颜色跟那个灵性有没有灵性的，你看一下。只能看看有没有。打通了呀。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几几年属什么？看她涂的颜色。98年属什么？98年属虎的。啊，他身上有闪灵，很多闪灵啊。什么闪灵是吧？哦，念多少张小房子？你闪灵给他念16张。六张就可以，六张啊。16张。16张。哎。哦，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好吧，你女儿，哦、好，我们你女儿叫她不要多吃，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我的海鲜，好的，行，可以，没问题。好吧，OK 了。好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怎么样啊？刚刚前几天给您放生了，然后第一次看到香打姐呢，太开心了，我们以为今天会打通电话的。哎，感恩观世音菩萨。菩萨来，菩萨来过了，来过了，来过了。是吧？半年的才打第一次姐，慢好。慢好。好的好的，谢谢卢台长，谢谢卢台长，感恩关心啊，再见，你自己保重身体啊，再见，好，没别的问题了，我自己身上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要您放心啊，再见，好，谢谢你，感恩菩萨，好，拜拜，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Hello， 你好。哦，你好，台长。哎。我请台长看一下。等一下啊，对不起。
怎么了？我干嘛？1959年是属鼠的。1959年属老鼠的。对。男的女的？女的，是我妈妈。想看什么？我想看她的手上形象，还有她的脚上有黑斑、黑点这样啊。我想请问一下，是因为是灵性的关系，还是肉体病啊？49年啊？啊，五九年。啊，灵性啊，嗯。灵性病啊。啊。啊。血液不好，灵性在他的身、哦、在他的身上影响他的血液。哦，是这样。嗯。还有，请问排查一下，他需要几张小方子？他需要小房子，有的烧了要470张。470张啊？对。还要需要放生多少啊？嗯，放生多少？放生多少？嗯，放生要慢慢放吧，放15000条，15000条。嗯，慢慢放。OK。好吧，不着急的。嗯。OK， 我知道。我们没有，我们有慢慢放的。看，又请台长看一下他的佛台怎样。59年属鼠的。嗯，佛台还可以。嗯。佛台还可以哈。哎。还有，我可以不可以请求台长帮我看一下王生，两个王生能可以吗？只能看一个了。不能看两个，只能看一个啊！就这样了，要你以后再打进来再看吧。吴静文，是吴字一上面一个口字，还有这个进呢是进步的进，满是长满的满，满是满意的满，长满满意的满呐、啊，长满的满嘞，就长满的。长满的满跟满意的满有什么不一样啦、啊？对不起，我不懂华文，对不起，对不起。满呐、啊，满是不是满意的满啦、啊？这个人对这件事情很满意的满。这是满意的满。那么是不是把东西把水倒满了这个满啦、啊？金玉满堂那个满呢？金玉满堂的满。哎，就是这个满，就这个满。对对对对。啊，第二个什么字啊？第二个什么字啊？是金。进步的进、啊、对进步的进吴静满什么时候走的啊9号1月2005年15不好啊他还要去在下面呢、哎我知道我刚许愿给他108张可是我想问台长一下还有还难很难看啊像个鬼一样了对对像个鬼一样了对对对对对对、哎、我知道瘦的嘞还有跟我梦让我梦哎瘦的嘞下面的腿啊都是干瘪了阿如请问一下台长可以帮我看一下吗他还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你一直给他烧到他给你托梦说他上去了、哦、好了哦好这样、嗯、OK 可以好吧业障很重业障很重过去有杀业听不懂啊懂我知道好了嗯台长不能看了我可以请求你一下吗不能看了、哦、OK、嗯、谢谢你台长好再见感恩你感恩台长感恩菩萨好再见还有台长我们业障我们自己背再见喂你好喂你好你好是陆队长吗是哎陆队长你好我问一下我是64年的龙女的你台长帮我看看图腾你想看什么讲吧哎呀我最近这个运气经济方面有个难过有个坎过不去看看
怎么回事？能不能过去？啊，你的嘴巴，你过去的口业造的太多了，你的财运，哦，你有一点点财运都被你嘴巴漏光了。你这个人的嘴巴很不好啊，哦，你经常要讲人家不好的，你好好忏悔啊，哎。好，忏悔我，忏悔。哎，你这个人真的，这个嘴巴非常不好啊，哎。你告诉我，怎么办了？你现在到果来了，说怎么办？我跟你说，你很多事情全是你自己嘴巴种的因啊！哎，是吧？啊啊，那我知道错了。你太太，你要忏悔啊！赶快念忏悔啊！还要给人家念姐姐咒。啊，姐姐咒。哎呀，那您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太太？有。啊，有一个鬼啊，黑影子啊，很吓人的。哦，对，我有的时候做噩梦。做噩梦了，嗯，他盯住你啊。啊，那我在念那个什么呢？念小房子。对。给我掉金子。赶快五十六张。啊。五十六张。五十六张，我的掉金子哈。对。啊，那你看我那个打开的孩子念不念走？我给他49张小房子。几年属什么的？64年属龙的。还在。啊，还没念走。我跟你说的，你的外缘很不好，我已经警告你了，你的嘴巴真的很讨厌的，所以你借钱都借不到，哦，人家都不愿意借给你钱。嗯。哦。你自己做人呐，啊，做人要做得好啊，听不懂啊？哦，哎呀！哦，懂。哎呀。那我就那个打开孩子还得多少张小房子？你打开的孩子还要27张。27张哈，好的，哎，你好好求求观世音菩萨，好好求求，啊，好好求求观世音菩萨，说帮你躲过这一关。你这个人呢，啊，你真的很肮脏的，我看你这个图腾嘴巴里吐出来就像粪便一样。你过去啊，肯定骂了人家很多烂话呀。你真的。哦，你自己怎么不感觉的啦？你到今天，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么严重，你怎么不当回事的啦？嗯，我忏悔，我知道我在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好念呐，很脏啊。每天念五遍。不要去挑拨呀，嗯，不要去说人家不好啊，会有报应的，嗯，听得懂吗？我听得懂，听得懂。哎。他让你给我看看，我跟我老公我俩怎么总犯相，差呢，差六岁，他是58年的狗。是怎么总合不到一起去？你们六冲啊，犯六冲，啊，哎，犯六冲，就是啊，他嘴巴还要讲，啊，连台长要讲话，他都要把他挡住，哎，真的。哦，念姐姐咒啦，好好念姐姐咒啦。每天念多少遍姐姐咒？49遍行吗？我每天嘴巴已经讲的了，已经给你报应了，嗓子都讲不出来了。你再这样乱讲话的话，以后你会变哑巴的，你听得懂吗？好，不要再乱讲了，连你老公你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啊！哎，你自己的老公你骂出去，你丢脸不丢脸呐？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不像个人呢，真的，你真的怎么学佛呀？哎，你像你这怎么上去做菩萨呀？我无语了，我真的无语了，哎。好好改毛病啊，哦，要真的彻底改啊。家和万事兴啊。看看我，哦，看我，你去算命去吧，不要找我看了。看看我。那你看我这个关能不能过去，这个。不知道。我就对你彻底丧失信心了。讲到他现在要改毛病不改，拼命的要过这个关过不去过得去。没有用的，靠你自己修的，你自己关过得去过不去，你自己心里最明白，你还问我啊？你自己这个关过得去过不去，你还问我啊？你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过得去啊？你不靠菩萨求菩萨的话，好好改变自己，
菩萨不给你的机会的话，你怎么过得去？你讲给我听啊！你怎么这么没智慧的啦？是，我知道，说错了，知道错了。那真的，台长真的，呕心沥血，真的，帮着你们这么讲，还要被人家骂，我真的无语了，真的，怎么这个样子了？这种人真的。谁骂台长了？我。不是你呀、啊，你。哦哦哦。你骂都没用。好了。台长，你帮我看一下我母亲，那个过世了，杨玉杰，能够帮我看一下吗？叫什么名字啊？杨玉杰，杨姓杨的杨，玉是玉王哥一点儿，杰是杰出杰，一个木四个点儿。85年是86，85年去世的。杨。玉杨玉杰，杰是王哥玉哥一点，杰杰出的杰，木哥四个点。玉石的玉啊？对，玉石的玉，杰出的杰，木四个点。男的女的？女的，我母亲。你给他念几张小房子啊？我给他念了21张加5张，26张。嗯，根本挤都挤不上去，哼，还在轨道呢。在轨道，我还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嗯，抄上去。好了，76张，我话都讲不通。76张。嗯，好了。好嘞，台长，谢谢台长，感恩台长。再见。好。喂，你好。喂，你好。喂。没办法了。再换一个。喂，你好。喂。你好。哎，师傅好。啊。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嗯，谢谢。师傅你好，那个麻烦您给看一下72年属鼠的。72年属老鼠啊。对，72年属鼠的师傅。师傅，我想请您给看一下我的莲花怎么样，还有我家的佛台好不好，还有我的孽障比例是多少。孽障比例27。哦，师傅一定好好修。修得不够，功高我慢，比较骄傲，不愿意接近人，腰不好，是脖子不好啊，晚上两个腿发冷，是是是，哎，对，当心点啦，一定好好修。好，你这个人呐、啊，我跟你讲啊，人家骗你啊，你就开心了；人家一跟你说真话，你就不开心了。哎，是，人家一说你好看了，皮肤不好，哎呦，皮肤好嘞，哎呦，长得多好看呐。哎呦，马上是开心的不得了了。谢谢师傅。好好改毛病了。谢谢师傅指教。好好改。好的，我一定好好改。师傅，那您看我的莲花好不好？莲花还在。哦。外花瓣长得很小，不大。就是说修心不够，度人不够，信心不足。哦，一个人学佛要有信心的，你又不是跟着人家学的，学佛学到后来嘛，学一个自信呀、啊，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学的是好和不好，你说你怎么学得好啊？对，师傅，我是看师傅的书，看白话佛法，每天坚持看，我觉得我感悟特别深，我觉得师傅真的挺不容易的，
哎呀，师傅太感恩您了。对了，真的是我感觉救了我的性命，救了我的慧命，对，包括是救了我全家的性命，对，父母的性命，真的是。本来像你这种脾气啊，就是，没几个人跟你合得好的，听得懂吗？对对对，是的，嗯，是的，嗯，真是。嗯，我父母都是医生放弃的病，嗯，然后现在都没有事儿了。看见了吗？我跟师傅修了两年多，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看见了吗？真的太感恩师傅了。医生都放弃的病都是绝症，没有办法治的。是，但是呢，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能够救我们，很简单，对不对啊？嗯，是的，是的，真的。嗯，师傅，感恩您。哎，好好努力啊！啊。好的，我一定会的。师傅，你看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属什么？72年的鼠。啊，花老鼠，花老鼠。花老鼠。你在家里呀？ 啊。有时候穿的裤子啊，家里 啊比较随便的裤子有花纹的，啊。啊，你在家里可以这么穿，啊，蛮好。好好。那花老鼠，花老鼠啊。你要记住啊，你要当心啊，你脾气很倔啊，你像男人一样啊，你性格很倔的，是，明白吗？是，我看你这个老鼠是这里胡子还长得有一点点长出来，也就是说，你这个汗毛比较新，听得懂吗？是啊，好了，是是是，好了，好，谢谢师傅。嗯，师傅麻烦您再帮我看一下96年的一个熊，96年的鼠。96年属老鼠啊？对。嗯。想看什么？只能问一个问题了。我就想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或者是孽障多不多？我一直在帮他还可以念经念小房子。孽障现在少很多了。灵性还有一个是吧，啊，一个年纪大的人在他身上，那他还需要多少小房子？至少87张。87张。我看他这个人呐，啊，表面上比较文静，啊，内心很复杂，啊，动不动心里就不开心，动不动就想发脾气，听不懂啊？是是是。哎，啊。对的，好了，好了，是，好，感恩您师傅，啊，再见，好的，好的，啊，师傅辛苦了，再见，啊，再见，哎，再见。喂，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师傅吗？是啊，我是师傅啊。啊，师傅，弟子跟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我不辛苦啊。不让师傅背，啊，请师傅帮弟子看一下90年的马业障。90年的马业障啊，我帮你看看啊，90年的马，是你呀？啊，是我自己。是你自己。你这小孩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过去感情上出过点问题。啊，是你说的非常对。非常对，而且经常又想不通。是啊。是啊，是啊。还有要注意，你的泌尿系统不好，就是小便什么不好，听不懂啊？啊啊啊！就是说，经常要尿频尿急。肾脏不好，你的腰不好，听得懂吗？腰不好，这样要多喝水是吗？一个多喝水，还有一个吃一点杞菊地黄丸。哦，是，谢谢师傅。然后师傅可以看看我天上莲花还好吗？你天上莲花还好吗？我来看一看。几几年属什么的？90年的马。天上莲花找不到哎。
哎，怎么会找不到的？天上莲花。啊，师傅，我是今年一月份在马来西亚槟城拜的师。啊，看到了，看到了，哎，很小啊。很小啊，啊，是弟子会努力。啊，我告诉你呢。我从莲花上就可以看到你的脸，你的鼻子小小的，嗯，啊，对不对啊？啊，对对，脸不大，啊，眉毛不浓，嗯、啊，嗯，啊，头发往后梳，有个小辫子扎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师傅，可以看看一下弟子的牙齿，因为弟子有两颗虎牙，需要去矫正吗？两颗虎牙，我来看看啊。是啊，两颗虎牙，两颗虎牙要拔掉。啊，要拔掉。嗯，一颗长得很麻烦，右面那一颗长得看得见了。对对 对, 对。是特别明显。特别明显，你说说看，好看不啦？拔掉呀。拔掉，如果去绑牙矫正掉呢，可以吗？矫正掉你很麻烦的、啊，更苦啊！拔掉嘛，大不了打麻醉，一会儿就拔掉。而且你这神经不多的，这个虎牙是你的门牙边上两个牙齿，它长到了你的门牙边上。对对对对对，师傅都看得见的。这个牙齿要拔掉是吗？要拔掉。哦、你知道这就像整容一样，你牙齿拔掉了、嗯、你自己反而好看了。你想想看，你一个小女孩弄两颗牙齿长在前面，老虎不像老虎、啊、人不像人，你说说好看吗？不好看，所以是很困扰弟子 啊, 啊，把它拔掉、嗯、而且呢拔掉，而且呢它是打麻药，然后呢没有神经的，然后一拔掉就拔掉、哦、拔掉之后嘛两三天就好了呀。嗯，是嗯，师傅是说右边那颗，左边那颗呢？不需要拔掉吗？左边我看看啊，左边呢看不大清楚，在里边一点。对对对对 对, 对，台长厉害吗？非常对，台长厉害啊，师傅。啊，现在明白了吗？我会去拔掉，嗯，感恩师傅。拔掉吧，拔掉，先拔一个吧。嗯，一颗啊。啊，先拔一颗。感恩师傅。然后呢，过一年之后，你会把那颗也要拔掉的，嗯。啊，这样拔掉不是空了两个洞啊？不会的，那个你可以把左面那个把它矫正一下，右面先拔掉吧，因为你拔掉之后啊，它牙齿跟牙齿会长在一起的。嗯。哦，好的，感恩师傅。啊。然后师傅可以看看弟子改名声文成功了吗？弟子名字叫李柳金，木子李，柳树的柳，金是一个草字头，青色的青。姓什么？啊，李柳金，金是草字头，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色的青。我知道，第二个呢？柳树的柳。啊，李柳金。在旁边。李柳金、啊。对。嗯。啊，李柳金。嗯，你现在改的叫李柳金啊？啊，对。过去呢？过去也是一样，只是后面那个是金，是金色的金。谁叫你改的？之前去算命的时候，他们叫我改的。你觉得你这个名字改了之后，你好不好啊？不是很好。知道了不啦？所以算命的有水平的，有的人算命水平高，有的人算命水平很低的，骗钱的。哦，感恩师傅。你不能乱来的啊！你这个很多人跑着去算命，还要不知道。哎呦，去，好一算，把命都算坏掉了。啊，是感恩师傅开示。啊，你几岁了？讲话怎么像儿童一样啊？你已经二十几岁了吧？25岁了。啊，25岁怎么讲话像16岁的，像15岁的孩子啊？同意。好好的学佛啦，谈恋爱当心点呐，不要给人家骗呐，傻姑娘。
嗯，感恩师傅，师傅说的好对哦。啊，听得懂吗？嗯嗯嗯，好了。嗯，师傅可以帮忙看一下，我的姐姐88年的龙，她的莲花好吗？只能看一个，只能看一个事情了，看莲花就不看有没有灵性了。啊，灵性。到底看灵性要看莲花？莲花，莲花好了。几几年的？88年的龙。哦，你姐姐比你修得好哎。是啊，是啊。哦，她的根基比你深啊。哎呦。啊？她有菩萨保佑。啊，根基比较深。啊，她在天上的莲花都比你大。哦，是啊，很好，感恩师父。所以你赶快要把你那个老虎牙要弄掉了。老虎牙，嗯，啊，好的，感恩师父。好吧。师父，最后弟子要跟观世音菩萨跟师父忏悔，因为弟子做错了，给师父添了很多麻烦，对不起师父。嗯。弟子发愿一定正信正念，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师父好好修心修行，弘法，弘扬心灵法门。感恩师父，师父您保重，我们12月份的马来西亚法会见，啊，再见师父。再见啊，乖一点啊。感恩，乖一点，乖一点。感恩师父，再见。再见。喂，你好。喂。Hello。你好。请问是卢台长吗？你好，你听见我的声音吗？听见，听见。Hello? 听见。啊，对不起，因为我在外面很吵，因为你的电话很难很难很难打，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争取时间打电话给你。请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上还有灵性吗？你叫我念那个小房子，我现在一直在念念念的，我还想知道我身上还有灵性吗。几几年属什么的？76年属龙。啊，现在不错了，除了，谢谢台长，除了肚子这里还有一点点闪灵，肚子。OK。那我还要念多少张？因为你叫我念好像是80多张。我现在还没到那个80多张，没了，基本上灵性都跑光了。嗯，谢谢台长，我真的很感恩你。台长，你可以我帮你看一看我几时有缘分吗？婚姻啊？我缘分跟婚姻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不一样的，缘分跟孩子也叫缘分，跟婚姻也叫缘分，跟事业运也叫缘分，有工作也叫缘分。哦，哇，很啊，这样子啊，是那种婚姻感情上的，或者是还有吗？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哦，76年属龙。哎，你这个人老实一点吧。啊，我觉得你应该老实一点，自力更生吧，赚点点钱，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了。你以后会碰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哎，也是对你，哎。啊，说吧，台长，你我说吧，我可以。啊，也是跟上前面几个男人一样的骗你啊，你听不懂啊，哎呀。就是如果我念经的话，可以化解。化你个魂呢！上辈子欠人家的冤结，这辈子来了念点经就化掉了。哦。OK， 你怎么这么烂的呢？你怎么不离开男人不能活的？你几岁了啦？40几了吧？啊，没有啊，39啊。39不就40了？对啊。台长上两个星期前我给你看一个74年属牛的，你有帮我看，记得吗？你给我一句成语，就是相敬如宾，这个男的，你说那时候感情目前还好，那时候现在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吗？不容易的呀，如宾的。这个74年的，我跟他还有缘分吗？属牛的。吵到这样还有缘分啊？就是你已经没有了。经常跟他不开心，你以为他不会记仇的这个人？像你呀，没脑子的，吵过骂过就忘记了，这个男的会记的，听不懂啊。OK， so 我们还有没有缘分呢？随缘吧。
随缘啊，通常你说随缘都是没有的，对不对？我没说，随缘就是说你们还能谈就谈，到了他不想跟你好了就拜拜。哦，他现在目前有女人吗？不知道，这个去问，你去问他去，不要问我。哦，好啊，台长还有啊，最后一个，你通常是看两个嘛，最后是一个是看有没有灵性，这个是啊，2009年属牛，有没有灵性？男的女的？男的女的？是女的啊，是男的，对不起。属牛的是吧？对。啊。我现在帮他念心经。要。这个孩子身上有点灵，一点点灵性。啊，要练多少张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49张。49张。好，甚至我自己身上那个灵性，你说还有一点点，都还有，还要练多少呢？你身上的灵性，一般的念个21张就差不多了。OK， 21张，然后49张是给那个啊小男孩的。对。OK， 台长，我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工作的吗？你快点讲啦！可以吗？我明年我在六，我有祈求在6个月以内，我想换一个我想做的工作，可以吗？我每天都有念49张准提咒，然后我明年会开始读书。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吊子，听不懂啊？读书也读不好，打工也打不好，婚姻也弄不好，孩子也养不好。你这个人要好好的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格，听得懂吗？说我的性格要怎么去改呢？坚强一点，不要随缘而变，不坚强啊，你这个人。没主张啊，被别人一讲就变化了。对对对。对对对。说如果我明年开始读书，然后学习一些应该学的东西，我可以做到我想要的工作吗？在6个月以内。做不到。哦，做不到。啊。但是也不应该放弃，对不对？你要做，你去做做看，你看看你会不会做得到？你读书都不一定读得出来，就这块料，好了。说了，台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要随遇而安，不要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你看看你这个年纪了，你还能读什么书啊？你还能把英文读好啊？说就是说连书都不用读，就是这样子做一份挺啊普普通通的工作就算了吧。好好的念念经，我每天都念。对，你不要挑战自己啊，你这个人不是挑战得起的，你到后来你会 crazy 的。因为人就是要精进读书，然后一直在就是说往上爬，然后一直在充实自己，不是应该这样的吗？应该你把你的一生，你把你的一生看一看，你走到今天，你哪一次是长期的能坚持下来的？你告诉我。嗯。想一想啊，平安就是福了，你太傻了。对，我很想学坚强，但是好嘞。好嘞，知道自己的弱点，不要再去跟自己搞了。老实一点吧，平安就是福了。这个年纪要、就是、说不要读了，读也不用怎么你读不进去的，哎。好吧，白长。然后你说如果我再碰到一个男的，他也是会骗我，说我要怎么去化解呢？化解不了，很怕。化解不了，你就不要去碰嘛，好了。碰大约是几时会碰到呢？我不知道，年纪不会小的，像你、就是很老的一个老头子，也不一定是老头子，反正比你老很多。哦，比我老很多。这样老的最后一句话我会不会一个人孤独终老啊？一个人，你跟佛友在一起就不会孤独。因为我的人就很少出去探人，就比较文静，
比较静。文静了，你自己不跟佛友在一起，谁都是孤老。你去看看好了，啊，你去看看哪一个老人家是两个人一起走的，总是一个先走的。孩子再怎么多，孩子都要上班，也不会来看他的。最后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孤老的，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孤老，只有你把自己完全做了弘法上，你周围都是这么多的佛友，你才不会孤独。好了好了，嗯，好吧，谢谢台长你的教诲，我会好好念经吧，不要跟自己开玩笑了，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学英文，还要去想弄份好的工作，你有这种耐心，有这种信心，你还要付出多少，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不坚持精进学的话，我的赚钱不多，然后就没有一个，就是说很困难的生活。很困难的生活是你一个吗？你少吃一点，少用一点，不就是不困难了吗？嗯，好，我告诉你，能够节约一点。你只要好好的求菩萨保佑，你可以动出其他脑筋出来的。很多人一句英文不会，人家照样有钱赚的。你记住了，你等于把英文学吧学到半吊子，最后还要去跟人家西人去竞争。你争得过别人吗？你自己拿回去把枕头捂住头想一想吧。好，好，台长，台长，我那个。七佛灭罪真言，我现在念五遍到七遍可以吗？会不会太多？会不会激活？七佛灭罪真言念四十九遍都没关系。就是礼佛礼忏，我念有时候念七遍。啊，你会激活吗？不会的，七遍以内。你听我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身体，你觉得生意上各方面想好一点的话，你记住了，你好好念经，菩萨都会帮你的。你跟我记住了。好了，对，我每天都希望菩萨会帮我，但是我不贪心，我就说，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好嘞，还有台长那个婚姻的那个咒还可以念吗？那个大吉祥天女神咒。哎，那个还可以念吗？可以，你去念吧，可以。因为台长两个星期间，你说我还有姻缘。收拾还有吗？珊珊，你不要笑了，你真的笑就是。我就没话讲了。一个人自己过得蛮好的，非要去找个人来管住自己，非要找个人来压迫自己，非要找麻烦来天天吵架，就这么简单了。人们就是这么想不通了。嗯，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就好像对啦，我还没有到你那个境界，我知道啊。所以有时候是需要这些坦诚期，我知道。你自己过去的男人没有过的，你自己过去吃过的苦，你还不觉得？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忘记性不好，其他都没什么。你把过去受过的苦全忘记了，所以你还要找。就这么简单咯。他想我以前那个他一直想跟我复合，他是七八年属好了，像你这种人，全世界的人广播班上都听得懂，就你自己不懂，你最好自己打、自己好好念念心经吧，好吧？我会，二十一遍够不够？够了。嗯，好吧，谢谢台长，谢谢你的教诲。再见，你保重，嗯，拜拜。现在大家都听得懂吗？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迷惑的时候，你劝得醒吗？好了，喂，你好，喂，四十岁了，要什么没什么，还要去找个。人来跟自己吵啊，跟人家自己闹啊，人家比你有钱，人家要你吗？啊，你比他好，你会要他吗？哎，现在的人跟人都有目的的，没有目的他会来找你啊。哎，真的我都无语了。喂，你好。喂，好了，我挂掉了啊，没办法。
电话太长。喂，你好。呀哈喽。呀哈喽。啊，卢台长吗？是啊，我是卢台长啊。啊，师傅，我想今天帮我看一下图腾可以吗？赶快讲啊。哦，我是82年属狗的。几几年呢？82年属狗。啊，看到了，想看什么？我想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生宝宝。属狗啊？啊，属狗。啊，你掉过孩子的？啊，我没有啊。哼，你自己不知道。你过去不想生宝宝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药啦？没有。没有啊？嗯。麻烦了。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要是正常的、正常的运势没有来很长时间，那么后来再冲掉了、那就是一个宝宝了，听得懂吗？我听得懂，可是我的那月经都是很正常的来的，没有拖后也没有提前啊。没有啊。但是我两年多前做过一个手术，将近3年前做过一个手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嗯，等等啊，我帮你看一下啊。嗯。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82年属狗。啊。啊。那你的左面左腹股沟这个地方有受损的迹象。听得懂吗？听得懂。这就是你可能是做手术的地方了。我还做的是个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就是因为当时是那个卵巢囊肿，所以说就 对偏左面、我明白了，偏左面。对。他这个手术帮你割掉很多东西。啊。所以你生不出来。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是小手术，然后后来因为我是在德国做的嘛，但是后来因为他说实在太大了，然后就直接也因为我已经在处于那个麻药状态嘛，他直接就把我给拿了一大刀。麻烦。那主要是阻止你的，主要是你的现在的内分泌失调了。你现在的你觉得你的好像月事很正常，实际上你这个你这个卵巢那个你现在这个不分泌那个卵子啊，现在不工作啊。啊，那怎么办？你等等啊。你看看那右面你这个输卵管倒是通的，主要是左面不通。听得懂吗？还有啊，还有啊，你这个肠胃也不好，你听得懂吗？肠胃也不好。你要记住，你一受寒的话呢，它这个地方一痉挛呢，它就不分泌。所以呢，你再试试看，你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下，或者比方说很暖和的天气啦，或者房间里很暖和啦，你听得懂吗？你这个人呢，小的，你这个脚啊，经常冰凉的，手和脚经常冰凉的。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我看你应该能生出来的。那台长，那个7月份你托梦给我，让我念320张小房子，那个我是不是小房子念完以后就可以了？那应该是我已经发愿了，至少消业障了。台长，如果法身到你梦里来，已经跟你讲了，你赶快做呀，傻姑娘。我已经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台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的佛台怎么样？佛台马马虎虎，不是太好。哦。再往右一点，再高一点，再往右一点，再往高一点。好的。好吗？你呀、你小姑娘，你听台长一句话，你气量太小，你一定要气量大一点。听得懂吗？听得懂。啊，我告诉你啊，你别跟人家斤斤计较，占人家便宜，你跟我记住了。
哦。听不懂啊？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卢台长，我想问一下，我要不要给我自己那个第二个小孩子念送小房子？要，一定要。多少张？你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反正你一定要念，身上有孩子你就得念。现在至少要念47章。47章是吧？啊，你好好念了，没办法的，自己念自己消，明白了吗？而且我看到你，你以后你要是这个孩子一直生不出来的话，你以后会有少白头，你的头发会白起来的。我头发已经现在有点白了。看见了吗？跟你开玩笑的，台长跟你说了，我跟你说的话你好好听的，对你有帮助的。明白吗？我好好修，我好好修。好了。明白。好的，好的。再见啊。好，谢谢台长。台长，台长，我想问一下，那个我的功课应该怎么做？功课大悲咒、心经、礼佛呀。哦，对，我现在都是大悲咒21遍，心经11遍，礼佛是5遍。倒过来，心经21遍，大悲咒11遍。礼佛5遍，然后礼佛很好了。行。你如果礼佛能念3遍，也已经很好了。我礼佛每天都念5遍。好，感恩，再见啊。好啊，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罗台长吗？是啊。哦，你好，你现在是不是看图腾今天？是，看图腾。哦，好的，麻烦你帮我看一下99年属虎的。男的，女的？男的。不好啊？很不好。很不好啊？怎么样呢？身上业障很重。身上业障很重啊？啊，被人家嫉妒。被人家嫉妒。脾气很大。听不懂啊你？听得懂，听得懂。我讲的对不对？你不知道的。知道，对的，对的。对的，对的。然后他那个业障都在什么地方呢？业障主要在肾脏上面，腰。肾脏腰，腰就是小便多，他小便多。小便多，明白了吗？还有。我告诉你，你看他了，年纪轻轻啊，年纪不算太大，心脏不是太好。心脏不是太好。他业障主要在什么地方呢？业障主要在腰上，主要在腰上，还有一个腿上，他有一个脚啊，走路啊不方便。脚走路好，这个好像没感觉。你叫他去感觉感觉吧，右脚。右脚。你只要试一下就知道了。你让他坐一个小时，突然之间站起来，你叫他走路，你看，他这个右脚会前面两下子会有点勾住的。哦，右脚，然后那个他那个性格很内向，这个是有是业障的问题吗？不是啊，好像不愿意。我告诉你，业障很性格很内向，那是跟自己家庭家里人有关系，明白吗？然后他那个好像跟不愿意跟人家交往的，对啊，都是比较独来独往。我告诉你啊，忧郁症哦。啊？忧郁症以后。以后有忧郁症啊？啊。那他头部有没有业障呢？啊，看到了。麻烦。有一个小孩子，在他身上。有一个小孩子在他身上。啊，肯定是你打胎的孩子，你掉过孩子的。哦，对对对，我也打过。对，在他身上，听不懂啊？在他身上啊？没走是吧？我已经那个，我打他的孩子，我已经念了有100多章了。100多章啊？嗯。
啊，你有三个呢，呵呵，这样的啊，呵呵，嗯，哦，这个那等于现在还有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在他身上，两个念掉了被你，嗯，两，还有一个在他身上，对，啊，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哎，这个不多，十七张，十七张啊，嗯，好了好了好了，啊，其他部位还有没有？他那个，台长帮我看一下，他图腾是什么颜色的？属什么？99年属老虎。然后他是年底生的，那个生肖是按老年算的吧？对啊，按中国年算的。啊，对，那99年属老虎的，男的。嗯，蛮好。他除了肠胃不好，其他地方以后晚年他的肠胃会严重衰竭的。他以后死了，他以后死就是死在他的肠胃上面。哦，好了，这样的，那他的学业怎么样呢？学业没问题的，考得出来的，考得出来的，考得出来啊，听得懂吗？考得出来啊。嗯。然后他的动作是非常非常的慢，是跟这个业障有关系吗？有，好了。有关系啊？对。哦，那等于说他身上业障，那个其他的多不多？小灵性。你好好的把他业障念掉之后，他就会动作快起来了。听得懂吗？好的好的，好了，没时间了。那台长帮我看一下我自己身上那个有没有灵性？几几年属什么的？我是75年属兔的。你问了几个啦？啊，就一个嘛，前子就一个孩子。啊，95年属兔子的。75。七五年属兔子的。嗯嗯嗯。啊，你的外环境非常不好。外环境。啊。你的灵性主要在背上和腰上，你的腰不好。对，我腰非常痛，整天腰痛。我告诉你，你要当心了，你的腰啊已经长了一点小骨刺了，嗯。哦，腰有小骨刺了。哎，你要当心啊，你要多吃那个杞菊地黄丸。什么？杞菊地黄丸。杞菊地黄丸啊。哎，杞就是枸杞的杞啊。中成药，中成药是吧？对，好好去吃吧，很好的。哦，啊，那我身上有灵性没有？好了，有啊，就是在你的腰上啊。哦，就在腰上，其他地方没有。我身上有打胎的孩子吗？好了，不看了。你身上的灵性就在你腰上，我不知道是哪个鬼。你反正给他念，一共慢慢的念，念54章。54章是吧？好了好了，没时间了，结束了。哦，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哎，好，哎，再见。嗯嗯，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